巴黎旅行全攻略一口气都说完，赶紧点赞收藏。巴黎地铁票十次票更划算，乘坐六号线地铁看铁塔，卢浮宫直奔蒙娜丽莎。提醒：每个月首个周五下午6点，卢浮宫免费。圣心大教堂看巴黎全景，看倒下的屋子。溜达下来去爱墙，再到天使艾美丽咖啡厅小坐一下。别忘了顺便到红磨坊打个卡。逛完凡尔赛的巴黎歌剧院，顺便来老佛爷天台拍巴黎全景。省的钱刚好去 LV 咖啡厅来给 LV 咖啡甜点拍照打卡。出来看看巴黎圣母院现在的模样，顺便再去莎士比亚书店稳清一下。巴黎新晋网红杀死时间的人整点报时一定要来。荣军院看看拿破仑，再来先贤祠看看大文豪雨果、居里夫人、卢梭、凡尔泰。逛累了来徐志摩、海明威、毕加索常光顾的花神咖啡厅小憩一下。国家图书馆绝对不容错过，免费而且非常震撼。拍个凯旋门，逛个小香街，拉居黑马卡龙一定要安排。晚上来塞纳河游船夜游巴黎，浪漫一下。这么多免费的项目，你还觉得巴黎很贵吗？